韩中国三国我们是打假悍将，然后就在今天呢、啊，韩国人呢、啊、还在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厦门的五通百祥酒店，然后今天呢、啊、要做这一集非常特别，因为韩国人很少做一些吃东西啊，就偶尔可能穿插一些在影片里面，但是啊各位，就在韩国人因为入住这酒店啊，我才知道，哎呦，这里的自助好像也蛮值得拍的、哦、所以今天这一集啊，特别要给大家看看呢、啊，在大陆啊，尤其在酒店里面吃自助的品项是些什么？尤其我们上一年啊，听到岛内的媒体啊，在那嘲讽大陆缺粮嘛，哦，或者到了今年，现在很多网络上反中分子啊，或者是一些绿配啊，或者影射大陆的钱啊，不断贬值啊，哦，虽然那可能对经济没什么概念，硬要去跟这些反中分子论调一样。所以啊，我就很好奇啊，如果以现在大陆经济又不好，然后又像之前这些绿媒讲大陆缺粮的话，那我们来看看大陆的自助吃些什么，或者吃的东西都是 3D 打印的呢？所以今天这一集啊，我刚好在饭店，不管要吃早餐，还有现在是晚餐，然后还有一份就是含在我这次住酒店的套票的一个日料，都会拍给大家，让大家看看大陆现在最新的状况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去来吃自助吧。Let's go！ 哇，各位，今天来住宿的人也是非常的多，好，然后我们马上就要来体验这里的晚餐咯。然后这里晚餐，各位厦门朋友或者台湾来这玩的朋友，一定要提前预约。我们已经预约好几天，今天终于预约上了。好咯，各位进来了，跟吃早餐的环境都是一样的哦，都是同样啊，一楼的餐厅。待会马上带大家看看这个菜色是什么。然后啊，我之前看资料，它每一次啊都会有不同的主餐，像今天是龙虾面，然后只能换一次，所以这就算是比较特别的餐了、啊、哦，就不是吃到饱了。来，各位你看哦，这都要提早预约啊，哦，提早预约都可以预约到，你看外面就是海景，超级漂亮哦。然后在这这样吃饭，首先啊，在我眼前这个真的太夸张，这一个酒店里面的自助啊就已经吃成这样了。你看扇贝苦萝鲍鱼，然后你看都是新鲜现捞的。然后 Keepoint 来了，旁边他有特别介绍，可以选择清蒸啊，或者炒，或者是酱油水。更夸张的来了，这里还有活的虾菇啊，都可以直接捞到旁边啊，给我们的小哥帮我们做烹饪。你看还有明虾啊，我们工作人员要塞新的海鲜进来、哦、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看到螃蟹，然后这很香，好像是我们的香煎鹅肝，鹅肝也很大一块，非常的香。然后周边也有这种可以直接煮面的嘛，然后可以加各个的菜小料自己去调。然后各位 Keepoint 来咯，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活海鲜啊，就是可以拿到这里直接给工作人员做清蒸的。然后哇，台湾的朋友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吃生蚝，可以无限的续啊，像这个都是吃到饱的、哦、然后基本的菜色寿司啊那些都是有，还有韩国人非常喜欢吃的生鱼片、哦、这里都可以叫。哦，这个好特别，这是章鱼耶，好大的一个触角哦，这个也可以叫，我待会来吃看看。哦，还有天妇罗、炸物啊，那些都有。哇，各位，今天夸张了。哦，这个有牛肉汤，还有羹汤，还有老鸭汤。Keepoint 来了，还有麻辣小龙虾，好多哦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搞得跟模型一样的。然后还有港式的一些脆皮五花，还有叉烧，这些都有。然后各位还有鲍鱼饭哦，待会来拍，因为人太多了。然后还有基本的这个在厦门常吃的沙茶面。然后这里啊，应该就是我们非常基本的一些炒菜类啊，哦，走地鸡，还有炒饭，还有泰国虾的一些肉饼，哦，这些就是热食类，还有炒青菜。哇，各位，佛跳墙这里有。它就是一盅一盅的佛跳墙，太丰富了。然后面包哦，自己切，这个比较像早餐哦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朋友区啊，你看小朋友的座椅啊，小朋友最爱的巧克力喷泉。对啊，所以你看嘛，这基本的全部都是给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安静用餐哦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小朋友啊吃饱饭啊，我绝对坐不住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朋友 DIY 的小餐桌，然后可能这里也是预定，然后他会带小朋友做一些 DIY 的本儿童乐园，免费提供给使用的客人。
无专人看管，所以这完全都是 open 免费的，还用个小朋友的围兜兜哦，好香哦，这个草莓的喷泉跟巧克力喷泉，然后都可以用这个糖果哦。然后这里啊也有一个 BBQ 的煎排，哇，韩国人最爱的牛排啊，这个是什么牛柳，哦，很丰富哎，还有自动的这个送餐机器人，你都可以请他帮忙服务，哇，然后这里啊都可以直接用这些鱼啊，哦，你挑给他，他就可以帮你现煎现烤，哇，全部都可以直接给他烧烤，羊排啊，牛排啊，哦，哇，真的是饿死了，哦，拍到已经都流口水了，来给大家看哦，就是这样现煎哦。你只要夹上来，你看这个就是有人点哦。然后这里啊，就是这种海鲜凉菜哦。你看，好扯哦，这不是毛蟹吗？还有厦门最有名的竹笋冻哦。刚刚旁边有个小姐姐帮我提醒了一下，就在厦门要吃看看。它其实就是酸酸咸咸的，跟台湾那种凉拌菜很像。那这个就是四川口味的海鲜凉拌，来吃吃看鲍鱼海参饭哦。谢谢，不错哎，哦，我们回去带个便当哦，呵呵，就是鲍鱼海参。然后最后啊，带大家来到这个甜点区啊，那这里就有基本的水果啊，橘子，还有前阵子啊，有个陆佩拿出一大串，说啊，这个是他朋友一天的薪水的这个荔枝啊，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一天的薪水哈，哦。穷逼们有没有觉得很羡慕啊？大陆人也快吃不起荔枝了哦。然后还有这个西瓜啊，哇，你看外面好多人。然后重点来咯，这里有好多饮料哦。其实我很爱大陆的自助啊，就是这种饮料真的是五颜六色啊，款式非常多啊，那种气泡啊，或者是酸梅汤啊，还有冰糖雪梨啊。冰淇淋爸嘛，天哪，这个是卖冰淇淋的哦。虽然岛内的自助餐冰淇淋也是很丰富，但是是每一家可能它摆设的不同，像我这感觉好像就是去店家买的哦，又有一种层次感。然后各位 Keypoint 来了，这里还可以喝椰子汁，我们小哥哥他会帮你开洞哦，就可以直接喝。我要一个椰子哦， OK， 谢谢。然后这里就是基本的自助餐常会有的布丁啊，那些还有咖啡蛋挞啊，还有拿破仑哦，这韩国人好爱吃，很漂亮。这爱甜点的人可以来，哇，这什么慕斯小草莓，好漂亮哦。哦，它蛋糕种类非常多，还有这种迷你小柠檬哦，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。然后各位，我们后面啊还有白葡萄酒，所以喜欢喝酒的朋友们，这个酒店都能满足啊。这个直接就可以来这用青岛啤酒，酒类都是有的，这是百威吗？还有青岛啤酒，通通都有。好，来各位，爽的哦！我们现在来现捞海鲜哦，马上就可以现捞哦。像韩国人想要吃蛏子，这好大一颗哦。这叫什么青口？各位，我先夹这一盒给它清蒸一下哦。然后我再加了一点油葛扇贝，我就两个一起，对，两个一起，直接拿，直接拿，好，谢谢哦。哇，直接就可以拿生蚝，那这里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忙打开，好，谢谢哦。哦，各位太饿了，我来吃吃看它的鲍鱼饭，嗯，非常鲜甜哦。主要它的酱料就是煮海鲜的酱料，然后鲍鱼也是啊，嗯，也是蛮大一颗的，哦，嗯，味道好，没问题，还有海参哦，嗯，好吃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这里的鹅肝呐，那一套，嗯，哇，真的很香，哦，味道好浓哦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好，各位，海鲜来了，哇，这个量也太多了吧！来来来，这都是刚韩国人哦，我们现捞的哦。这个就是扇贝，嗯，哦，好吃，真不愧是新鲜的，哇，爽，
然后重点来了，各位，今天的套餐就是每人都可以拿一份龙虾面，基本上晚餐都是有，尝试看看。哦哟，终于把壳扒掉了。嗯，太好吃了，难怪它只能一份哦，它那个超级新鲜就算了，超有嚼劲，而且它整个就是像海鲜的意大利面，超级浓的。好，各位，韩国人的烤肉来了哦，牛排，哇，连蟹脚都有，天哪，我刚刚看到它补货，我都吓到了，你看哈，大陆人真的都快饿死了。嗯，这烤的很好吃，超级香，这个蟹脚真的是真材实料，一大块，真的不夸张。嗯，味道很鲜呐、啊、完全不像是我们有时候吃到饱啊，有时候看到那螃蟹我真的不太去吃，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大陆的自助啊越做越夸张啊，之后带大家拍啊，这只是一个酒店的自助，然后这个他们的佛跳墙哦，来喝喝看。哦，好喝哎，而且它那个胶质感哦，不输在外面卖的，里面还有一种小鲍鱼，还有海参哎，各位，料是还蛮多的。然后我还有弄一点小牛排跟虾子，我们最后就甜点收尾。然后这个超特别，这个叫五味牛肉，它长得很像牛肉，然后还有韩国人很爱吃的巧克力塔。终于都知道我怎么变胖了哦。嗯，水果的酸，巧克力慕斯的甜甜的，刚好 balance， 但真的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骗的， 3D 打印，太震撼了。